开嘛！20149月14，嘉义县三月协会司法库斯到此一游，耶！ Yeah! Yeah! 你敢怪恁的演技如何？太棒了 ！OK， 开嘛！2014年9月14日。司马库斯，嘉义县三月协会，到处一游，赢帅不帅？帅！那要不要签一个？大拇指来！耶！耶！敢那作细声 ，OK， 有翕就好。今啊，咱来到这个青蛙池翕相。青蛙上面的家是蟾蜍吗？司马库斯登山口，2014年9月14日。嘉义县三月协会，今仔要来爬这个司马库斯，今仔开始行，我无台湾国语啦吼，有哦，加油哦！一个哎，你看对，耶，两手脚饱不？有要来喊三声？有哦。咱今麦来到这个司马库斯上界大丛的神木巨木啊，水啦，
半和云，温柔的誓言，美梦和缠绵的事，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。遥远的明天，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？寂寞的日子，梦里呼喊的名字，忧伤的旋律，诉说陈年的往事。所谓山盟海誓，只是年少无知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去的欢颜，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？飘荡在春去秋藏的心事，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开始？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岸，看青春的流。啊，咱今麦来个对啊！咱今麦来个客家锣，我客家耶！对 ，OK。来啦三路，今日来个接个小乱什么事？哎，咪，作为当中，化解了化解。月光的星子，玫瑰花瓣和雨丝。2014年9月13日，嘉义县三月协会，嘉义咱来到这个所在，秀峦的什么溪啊边，哦，迄水有两种，有两色。
来哦，来接泡汤哦。多为山盟海誓，只是年少无知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去的欢颜，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？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开始？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岸，看青春的流星。真的个对啊，秀峦国小，秀峦同学。爱情